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天是九月七十，更多前书四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，我写这些给你们，不是要给你们见效，是看你们做自己亲爱的子女在给你们教示。你虽然有几万个教导的人在教你们不基督，不过老爸只有一个。通过福音，我的基督耶稣正做你们的老爸，所以我劝你们就学我，因为安尼，我找提摩太去恁遐。在主的内面，伊是我亲爱佮忠实的囝，伊会将我佮基督耶稣激烈的模范，就是我伫各所在、各教会所教示的事，佮恁提醒。恁中间有人想讲我袂去恁遐，就自高自大。若是主的意思，我念未会去恁遐。迄时，我就会知遐骄傲的人伫讲啥物，嘛会知因会当做啥物。因为上帝国的实现，毋是靠言辞。是靠关联，恁爱多一项。我去恁遐的时，恁爱我拿锤啊，也是带温柔疼痛的心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示，伊亲像一个做老爸的心肠来教导。当时的信徒也毋忙，在信徒会通伫基督的内底无自高自大，因为伊要真做因属灵的模范。伫咱的每一天中间，咱是毋是伫所行顶头？也会通成做一个属灵的长辈，予咱的后辈来学习，来成做因的模范呢。求主帮助，予咱用疼痛的心来鼓励信仰的后辈，努力伫信仰顶头来追求。愿主的听，甲你撒甲你地，耶稣听你，使你平安。